Tu es pas démarré comme ça. T'as ton route, moi je suis pas derrière. Faut pas te retourner. Faut pas te什么情况？下雪还打雷，我去！奇景啊！这是中越边境，今天大年初三采花节，看这个地方多热闹，人非常的多，哎。咱这个也是隔着铁丝网发压岁钱，嗯，挺好。写的很明白，广告牌不让写的，占垃圾停放，垃圾停放处，这车放一放这儿。大哥做的对呀，就堵死他，然后再往垃圾桶底下浇点水，让他拿都拿不走。大过年呢，本身工作人员就挺什么的，挺累的，你这不犯堵的吗？万一垃圾停放处就停车，咋想的呢？这就是牌写的很明显，就是不允许往垃圾的地方停车，这地方。谁都不停，哎，你看这车，你看这个牌石头写的也是不停，这牌离他车不连一米都没有，他停着的，这不让人家放垃圾的添堵吗？大过年的，你说都挺不容易的，你非把车停这地方，这么多停车位的地方，你看这么多停车位的你不停，你非停人家地方，啊，这不都是停车位吗？刚才停这儿。大纪元时报遍布全球，不受财团政党影响，真实感言。不管是想了解国际局势、两岸议题，或者想要寓教于乐、丰富人生，您需要的都在大纪元时报。订报专线0800566688。